加大帮帮忙要帮大家的忙，我是环宜电台加大帮帮忙节目的主持人林宏文。那我们今天呢要来谈交大的 Smart Campus 智慧校园。我们邀请到的是交大的资工系教授林一平林老师。好，谢谢。这个计划是由张茂忠校长所领导，他会将最前瞻的60GHz mmWave 无线通信技术落实在校园的生活上，然后会产生许多智慧型的这个应用。那这应用是由使用者学生来定义来产生，而不是由技术发展者来产生，然后会每天都会应用在校园上，这是跟其他计划不同的地方。是，好，我们非常期待这个交大的 Smart Campus 哦。那敬请锁定 FM96.7 环宜广播电台交大帮忙节目。那听众朋友不要忘记收听哦，谢谢，拜拜。